最後はあのお化けでとどめを刺します。これはカノちゃん、ドライヤーめっちゃ来てるやん。この番組は P&G 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嫌い。同じグループ内でも何人かいらっしゃるんですか。うちらはちょっと今言ってたのは違う。
散步的灵异现象，哎，你会有什么的事情即将要发生喽？是鬼啊，还是你刚刚去参加了面本杯的吹乒乓球比赛啊？不然我这位太太的反应吧。小姐啊，你也太夸张了吧，我们的主角都还没有出场你就已经吓成这样了，早知道我们这么容易吓到你，我们弟弟就我看你啊得赶快回去安胎喽。我怎么身边都没有啊。小姐啊，人明明就在你的左后方，你一直往你的右后方看，哎，当然嘛，身边都没有。你是那个演咒怨的小大咖，我们可是请不起的。如果你有心脏方面的疾病要告诉我们啊，否则万一来不及叫救护车都不太好，很有可能是因为前一天晚上的应酬造成的负担。哎，就这个方法有效吧，我看了、啊、他心もうタレントやめる私。